卦门世系简介。八卦掌第二代嫡系传人梁振璞，1863年至1932年，河北蓟县人，自幼习武，从秦凤仪习弹腿和镖掌，带艺投师，从董海川习练八卦掌，艺业猛进，又与尹福、程听华、李存义、刘德宽等高手终日切磋技艺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梁氏八卦掌，与人交手善屈其后，以正击邪，接力打力，曾击败蓟县四霸天，鞭毙金镖赵六，曾开设奎英镖局和德胜镖局，一生授徒众多，主要传人有郭谷民、李子明、李少安等人。